那我们就是处在心色二法中嘛，就是身心的，人就是有身心问题嘛。佛法告诉你身的问题，叫四大地水火风；心的问题叫受想行识。那你这心的问题要怎么解？把杂质剥掉吧。那剥掉杂质是有办法的。所以呢，层层层层的佛法就是这样，层层层层的破妄，为了显这个真。所以世尊呢，阐述很多很多的办法，都是要让我们懂得诸法皆空。你世间有情的无蕴，一直到出世间的无智无德，这中间有太多的过程跟变化，是你开发了智慧啊，这个智慧是心性里面本质清净的智慧，开发了这个智慧，而他的态度是无所得的，才是菩提萨埵。这里面呢，一直要讲不取一切相。如果你不取一切相，就能够见实相。你没有在一个切面里面把自己锁定了，所有的一切才公平的全现嘛，这是一定的道理。当你的视线只停留在一个点，你就是这个点而已。当你无助啊，不着一切相的时候，所以一切每个都看得明白。那我们众生呢，不了解，所以佛法的处理是不可思议的。你一定要把佛所说的各种办法拿来用，而不是只停留在听。法藏大师他有讲，他说啊，真空未尝不有，即有以变于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名于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断；不有之有，有而非常。四执既亡，百非思浅；波蕊玄止，思之未愚。意思呢？真空里面，他不否认有，有跟空，它不是对立的相状。你在幻有的状态，是因为你不知道它原始是空的。所以会讲空的道理，是要把有看得更明白，知道它有其实就是空，空跟有是一体，并没有冲突。所以了解这一切，你就不会有四执啊，执着波蕊的这个真正的道理，也就是这个。那这心经阐述的既直接又明白。那心经的译本很多啦，玄奘大师他的因缘殊胜，因为大般若经是他翻译的，所以他的译笔简洁，每个人都是有他的笔触嘛，他的简洁，所以古今都是采用玄奘大师的这个为流通版。那我们这次上课也是用玄奘大师的这个
的翻译本。这只有正中分，它没有续分，也没有流通分。在翻译的七种版本里面，只有鸠摩罗什，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跟玄奘大师翻译的，没有续分跟流通分，直接就是正中分，而且几乎一样，内容几乎一样。其他的五个版本是在唐朝的，五个版本里面有四个版本都是唐朝翻译的，都是有续分跟流通分。宋朝再翻译了一次，也有续分跟流通分。再把七种译本大致讲一下啊。姚琴时候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唐朝玄奘大师的译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两个就有正中分啊，就是从观自在菩萨开始，一个用观世音，一个用观自在。另外的五个版本是唐朝的法尘他翻译的，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同名。唐朝的般若共利言等，就是好几个人一起翻译的，也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朝的智慧轮再翻译一次，还是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到唐朝的法月所翻译的叫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已经六个版本了。第七个版本呢，是宋朝的师护他所翻译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第七个版本。那当然还有一些版本翻译啊，是以梵文的梵语的那种形式翻的，那个在我们中土就没有流通开来，因为我们没有读梵文。那这里面呢，对于这个翻译另外的五个版本里面都有讲续分，也就是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呐，或是佛在哪里呀、等等的这种序，就是一个场次的介绍，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等等等等，这种就叫续分。里面有谈到啊，当时呢薄伽梵入三昧，就是佛啊入身三昧里面，那当时还有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观照般若波罗蜜多深妙之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也就是当时有一个菩萨叫观自在菩萨，世尊入身三昧呢，这个菩萨观照五蕴皆空，那所以当时的舍利佛就舍利子呢，成佛威力就向观自在菩萨请法，于是观自在菩萨呢就开口为他说他是如何照见五蕴皆空，甚深般若行，也就是这段经文。这个是讲在另外五个版本里面的续分部分。那在结尾的部分呢，也就是流通分呢、流通分呢、在另外五个版本都是这样讲的，就讲说佛说此经已，因为当时佛是不是在灵鹫山嘛，那他入身三昧，那当然最后还有咒语的部分，所以佛说此经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并诸比丘乃至世间天人阿修罗前闼婆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是不是标准的经典的模式？所以在另外五部的翻译版本里面都有续分流通分。那我们还是针对于我们所采用的这个版本直接进入。所以的般若翻译啊，勉强叫做会，它这个是怎么来的？就修习八正道，
八正道，跟诸波罗蜜，就菩萨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在修行的时候显现的真实智慧，就是显现出来自己的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它不是世间的智慧，它能够明见，它能够明见一切的实相，能够明见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种高深智慧叫般若。这个明见，你说很多东西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啦，很多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有的人就是看得懂，那叫菩萨，佛菩萨就是看得懂。我们看不懂就锁在那个我想的，可是佛菩萨他一看什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全盘跟他的空，对不对？那么众生就是无法体得，那这些怎么来？就是修行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里面呢，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全部开始修行，都是叫法门而已。一直要达到你有般若智慧现前，才可能圆满的布施三轮体空，你持戒也才能圆满，你精进才无精进的压力，你禅定才不会落入一种定境的以为，直到有般若波罗蜜现前，这个六度才能称为波罗蜜。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其他五波罗蜜的根据，也就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位。你布施没有智慧的话，考的乌啊啦，你也没有办法说出，人家需要嘛，向你求就有了，你没有办法给他智慧，只能暂时止饥啊，他不懂因果，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处理他自己，只能靠着你给他食物，这只是举例的，对不对？你持戒没有波罗蜜的话，你只知道戒相，而不知道戒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你只维持了某一种相状，而不了解持戒是清净的，是清净中自然的戒体，而不是学那个相。当然这里面呢，每一度啊都是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够圆满。那讲到这个般若啊，还有谈到三种般若了，这后面会再开演哈。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加上文字般若称为三般若。那我们现在在什么状态？在介绍文字。文字般若其实包含实相观照两个般若，加总起来用文字表达，也就是般若诸经典，就所有般若系列的经典都是文字般若。你读这个文字般若没有经过观照，不会证得实相。可是基础上需要这个文字吗？非常需要，它是一个路径嘛，它让我们有一个可以遵循的准则。这样清楚哈。那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到一个法藏大师啊，这也是唐朝的法藏大师啊，他就讲这个般若啊，般若教心要有多重的因缘。同学，你会来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要具足因缘呢，
那这里面他就讲十个因缘。第一个，欲破外道诸邪见故。现在是外道邪见很猖狂的时候，唯一能够来检核的就是般若经。楞严呢，可以照见魔镜啊，照魔镜啊，对不对？般若经可以检核内容啊。所以啊，欲破外道诸邪见故，如果你有外道邪见，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外道邪见，你因缘到了，你可以检核你自己，就是般若经，那就是我们用心经来作为一个这个导读路线。第二个，欲回二乘，令入大乘故，要让二乘修行者能够回小向大，入大乘。不要从台北出发到桃园就停下来，以为你到了；也不要到台南的时候就停下来，以为你到了。要真的到毕竟啊！所以呢，欲回二乘，令入大乘故。第三的因缘，令小菩萨不迷空故。有的人呢，虽然有菩萨种性啊，可是他对于一切啊，这空的智慧，所以不会很积极，是在一种非常随缘的状态。随缘有些时候啊，无力拢讲主宰啦。很多人就是这样，那我啊，拢无攀缘，我拢无加主宰，你就讲你无在调，安尼较紧。是不是？那有的人呢，你有能力有菩萨心，那你不执着啊，可以去做很多的事，那你也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你要知道，这就叫般若智慧，无住，知道毕竟空，不错过任何一个因缘，但亦不造作是非。所以啊，小菩萨如果迷空的话，那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所得就让自己绑死了。第四，令悟二谛中道生正见故，就是世间出世间俗谛真谛二谛，然后能够生中道正见。有的人太着世间法了，就在世间的所有现象里面走不出来，在俗谛里面啊，咱人做人就是爱安怎都安怎，讲啊嘴甲全破，未自在，空不掉。啊，有的人呢，在这个真体里面，空的道理里面啊，这一切都空啊，我拢知啊，每丁每当，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有过程。那真正的中道正见是什么？这从这个般若经里面就能够明明白白觉而行。但行里面呢，不拖泥带水，那也不是不行。可是这个行呢，它不是我们世间的动荡相，是觉而行之。度化众生呢，没有度众之相。那第五，显佛圣德生净性故。如果没有般若经的内容，大家怎么知道世尊的无上正等正觉？无从查考啊。所以呢，是不是彰显佛的圣德、殊胜的功德、智慧的内容，让众生产生清净的信心？这第五。第六，欲令发大菩提心故。如果你真的知道了解世尊说他是这么完成的，你就照着这样，
你要知道，菩提心相就是佛性本来的样子。啊，你要上求佛智，下化众生，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全方位。般若经大般若经的内容，当然世尊如何对谈，众生如何度化，这里面很详实啊。第七，令修菩萨深广行故。这个菩萨读到世尊所说的这些，才知道菩萨是广大行啊，既深亦广，无量无边，这是无边际的。穿衣吃饭还是有他觉悟的内容。第八，令断一切诸众障故。我们是不是有三障诸烦恼？那如何烦恼障？还有业障，还有报障，如何断？这《般若经》里面就明明白白告诉你，你如何断三障，一切的诸众障，你如何断？都没有人指导你，你知道怎么断吗？你可能烦恼就在里面，每天在那边翻滚，行为呢，在造作中，在业海啊，业海是浪，意识啊，用意识在翻滚那些。像海里啊，起了大风浪一样。果报呢？每一个现在都是果。是哪一种果？而每一个现在也是因，是什么因？这《般若经》里面讲明白了。第九，令得菩提涅槃果故。这就是世尊得菩提涅槃内容的阐述嘛。这个般若经典的阐述啊，这些大德，它阐述过程也是帮助我们一层一层的剥落，帮我们用不一样，带领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切进去看。当然佛所说的一切很圆满，但是我们总会有漏失的时候。透过这些阐述，得以有一个路径好寻啊。那《般若经》呢，就是帮助我们得菩提涅槃果。第十啊，留至后代益众生故。哎呀，我们收到了，是不是？大般若经的般若经系列留下来，是不是我们受到益处了？因为心性本清净，佛性啊，不管你轮回千百次，它都不会变，它都不会增，也不会减。佛所说的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理，不会在清朝时候有用，民国没有用，也不会在未来的50、100年会变了调，是不会的。因为他讲的就是实相，所以留至后代益众生故，我们收到了。所以有这十种因缘呢，令此教行，这个般若经就能够弘扬，而这个经教就能兴盛，法就能流传。同学，我们是不是很幸运呢？还有这些大德对于般若经的注释，还有我们有那么一点的福德因缘，可以研读它，可以好好休息，
不要错过了。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就是能勘破世间诸有为法。因为这个般若智慧就是自己体性的东西啊。有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世间的有为法从自己的四大的色身为基准来看到色法，再看到一切万有都能懂，这个是缘起。而你把心外相执着不放，产生了幻象在心中，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自在了。所以如果有般若智慧，就能勘破，会了解没有实法跟实我，这个就是般若的智慧。那我们了悟啊，这一句大家都会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是勘破他自己的染垢而成就。那我们现在是众生，我们只要勘破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如佛？那我们是众生，亦是在禅如来会成佛。啊，众生的这个心呢，它可以造作十法界的因缘，也可以圆满成佛。所以这三个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如果能够体证，也就是经验它，我们经验它，我们实践而经验，人人本具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佛性，那么生命就再也没有困难了。你只要有般若智慧，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呢？因缘未具足的时候，你也不会有烦忧啊，一切自在呀。所以这多重要啊，很重要哈。对于世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能够彻底的明了，生命展现在其中是无染无邪，你也没有染着，你也不会有错谬的发生，更不会有什么障碍。这个就是在讲我们的般若，这个般若智慧，也就是诸佛菩萨所亲证诸法实相原明的本觉智，它是无漏的，它就是远离了一切的这种迷情妄相，清净无分别无漏智，也就是自性本空所发展出来无所得的无相智，是毕竟空。那在大智论里面有讲到，般若定实相甚深极重，智慧浅薄，是故不能称。我们智慧只是世间的，你会炒一道菜，你会翻译，你会做一些什么事，这是世间的能力，这种是有才华有能力。但真正的般若智慧甚深极重，它是所有的因缘，所有的一切皆饱满，离过绝非，纯净无杂染，为正无邪，无有穷尽。所以这个般若妙智，这个般若妙智能断惑证真，离苦得乐，
那众生就能够超生死苦海。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比拟啊。世间的这种世智变聪是没有办法对等的，就比对的。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般若波罗蜜多到彼岸啊、哦、到彼岸啊，大乘论释卷九里面有记载，他有说到到彼岸有三种差别。第一种，随所修行而达于究竟无余，随你所修行最后你达到究竟，这样叫到彼岸。第二个叫入真如，以入真如为究竟，如众流以归海为终极，这叫道彼岸。第三，得无等果，无别果胜于此果，指菩萨所修之行、所入之理及所得之果，皆究竟而圆满。这是三种道彼岸。道彼岸第一个就是你所做的事、你所修行的能够完成它。比如你做布施，你能不能透彻得到三轮体空的布施？有，可以，这个叫到彼岸，这个叫布施波罗蜜。啊，解深密经里面呢，还有记载，波罗蜜有五种因缘，要达到彼岸，有五种因缘。第一个无染浊。你要打彼岸，你有染着都掉了中啊！你走一半，哎，裙摆被勾住了，你的身心被粘附了。所以要达到彼岸，第一，你无染着；第二，无顾恋，你不会回头，堪堪拖拖，没有办法开步向前。很多人就这样子。起初的傻的回头了，我们说回光返照是回到心里去整理这些，它不是被过去的东西拉住了，所以会顾念。第三，无罪过，他没有负担。你要打彼岸一定无负担嘛，有负担重都重死了，是啊。第四，无分别。这个彼岸它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点一条线，而是所有一切里面达到圆满，它是无分别。你有没有说我这个要打彼岸啊，那个我就没启动，可能吗？它是全方位的，全面的，所以是无分别。第五个，正回向，全部的一切没有漏失啊。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以白话来说，也就是以般若智慧透视心性，体证涅槃而达彼岸的一部经典，是出自于《大般若经》，所以这个心就表示《般若经》它的精髓之处，但不仅仅是这个意涵。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要讲啊，我们凡夫是在杂染妄心之中，所以它讲的是一个修为的过程。就是用般若智慧透视众生心，能够体达那个最原始心的相状，那以这样来修行达到体证涅槃。所以这一重的含义就不再指它只是般若经的纲要，就是最精华的部分。那我们再说这个心呢，大家都说哇，这个心哦，都很好的，我都很善良，
我拢无害人放火，这个是自己说的行为的样子，就是自我认定解释。但是呢，唔知道这粒心内底啊，笨手一堆，想法一堆，所以呢，上次在讲，其实这个都不是心，这个是心外面的尘垢。那真正佛教讲到，佛典讲到这个心，是指真如，如来藏心，也就是宇宙万有的根本原理，绝对无二的心性。入楞伽经里面讲，即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为如来藏。这个地方讲的是清净的本体，所以用般若智慧而能够透达，达到不变之本来清净的这个本体，就是这部经它告诉我们的，我们学习的路径，那也是它整个在修持产生般若智慧的所有精髓所在。那我们说烦恼呢，众生是不是活在烦恼中？烦恼虽然能够复辟心性，但是呢，这是后起的，后起的课程烦恼。这些课程烦恼不是心的本体，它不是。佛教思想里面就是常常在议论这个东西，但是最终都是讲心性本净，这是佛教学说的主流。那这个心呢，本来清净的真如心性，这个发现它，知道重不重要？重要。五祖弘忍法师他就讲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清净，清净真如，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学任何的事情，万法佛法都是没有帮助的，因为那不过就是上面一直强调再强调再强调，争个你是我非，谁长谁短，因为你心中都还有一物。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知道，心它是没有相状。以心经来讲，它不是在讲我这个肉质心，它不是在讲心脏啊，这心中我是黑豆味，卡瓜豆饼啊，我心中诶跳几个，唔是咧讲这个肉，唔是讲这个心中，它讲到讲咱这个心的作用，它的能力也就是能觉。那这个觉正本具的真心，也就是能够觉安住于清净的这个佛性，这个就是它原来的相状。我们可以觉一切，圆觉经里面讲，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众生幻化的这些东西，都是清净的圆觉里面众生不守真如幻化出来的。从空而有，幻化虽灭，空性不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空花幻化的东西，我们当知道这是我觉出来的标的，产生出来的东西，当看明白，你只要穿透看明白，这个幻化自然消远。幻化虽灭，空性不坏，这个觉性不会坏，它毕竟空的这个能力
他本来清净，这些从来不会变异。所以众生换心，还一换灭，但是你找不到这个心，你就是要从已经产生了这个东西，离这个妄，自然就显真如。所以还一换灭，还是要从这个幻着手，这个要从这里着手。所以诸幻尽灭，决心不动，这所有的幻象呢，这些空花如果不见了，消远的时候，这个觉性佛性它并不会消失，它本来就是安住的。那慢慢修，就是要体达这个。那我们讲啊，自性清净，要离一切妄染。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啊，卷一，性心失真，正悟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楞严经一开始，楞严经阿难是当机众嘛，他是勤法者，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心的本体，如果你不了解而有一点点的偏差，真如体性啊，你已经跑到外界去了，以为外面的这些东西就是你，就是你的表态啊，这个就是你，这个就会在里面不断的来来去去流浪去了，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其实这就是轮回的一开始的那个点，无始无明。你自己观察你自己，你自己读你自己就好了，要修行先把你内底用通透了，摸清楚。所以心内相，心里面呢，其实它本来的相状就是清净平等之相。那所谓的心相，还有讲心外之相，我们讲啊，我们在讲心外求法，讲的就是心外相。心呢，随诸缘而生种种对境之相。你就随着这个缘境的变化，六根跟对六尘一对起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境。那这个呢，就把人事物的这些结构，这些东西放到心里来，也就是法啦。那这个就是心外相。所以很多人他是在心外的上面，没有办法空，没有办法自在，所有的东西就放着，结构出来的产物，那就是情绪，就是五蕴，就是是非。那这个就是心外相。所有的经论里面都讲啊，若人欲了知嘛，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在什么界？就是自造的。那佛之所以成佛，因为他体证清净真如，所以这个地方的佛的心就是绝对平等清净的真如，这个代名词叫心啊。众生的心呢，就是缘境当中设缘，设这个因缘，设这个外界的所有一切现出了产物，现前之事物产生是非善恶，人我大小美丑好坏，这些差别的观感，这些差别的观感，你有取舍分别心。那这取舍分别心从哪里来？就是意识啦，就成就了意识嘛，就是八戒啦。所以这个
障碍佛道的修行，这个叫做妄想情执。众生太喜欢在这上面创造无限捕风捉影，所以《楞伽经》里面讲外境界风，就是我在外境啊，各种界别里面产生的一些想法，这叫业风嘛，飘荡心海，世浪不断。这个就是在讲外在的境界为风，众生的心体如海，八世缘动，就像浪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就起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飘荡，很多的这些想法，这个都是譬喻。那这部经就是要你从杂染中如果能够直取，那么就是上上根起啊，不行就一样一样来，从色来观，从六根尘六根门头来下手，从你生命的一些现场，所有的一切来理解，那如何真正能够契入实相般若？那我们都会有相似相似的一些修为，里面都会有相似相似的一些体悟，那这些相似的感受跟体悟其实也非真有了，因为毕竟清净的心体是无一物无杂染的。那这中间是不是发生很多你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以电视剧来讲啊，哦，那个人从小到老，哎，发生了很多情感上的波折，某人跟某人之间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叫做爱情的心路历程，阿嬷的心路历程，佛经里面讲的心路历程不是这样解释，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无人之心呢，我们这个心要修往佛道，我们要修啊，要成佛，这个道路，这样叫心路，这样叫心路。所以呢，这个举个例，禅门的无门关，无门关的第一则就开始，他就讲参禅须透祖师观，妙悟要穷心路绝，你要把通往成佛之道的这个途径啊，你是回光返照啊，你要一直达到一切本空啊，一切都没有了，主观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附木精灵，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透彻，没有体悟真如，那么你所有一切所说所做所行结果都是依草附木的精灵，其实还是所谓虚虚假假，还是所谓界别里面的有情与无情而已啦。那所以修行人呢，最后都是要正观自心，无有深处，能够入真正清净的本觉里面。那讲到这里啊，总是我们回头从我们是凡夫而出发，这个是在从经题里面跟各位同学解释般若波罗蜜多跟心分开而说了。那我们出发点呢，总说凡夫是妄心为主，对不对？其实这个主根本就不是主，就是凡夫最多的百分比
其实都在妄心。妄心是凡夫的特色。念念里面啊，其实都是心外求法的解释。所以念念流浪，执着在外境里面，欲望无穷尽的，欲望无穷尽，贪取不停，是每天不断在有新的尝试、新的经验、新的堆砌跟新的需求，所以不断的在这里面有烦恼、有冲突、有业，这个里面也感受到